你怎么放在脱？脱了。干嘛？脱了。你这到底要干嘛呀？我需要对你进行安全健康检查。快点。多多一点，不然我怎么听得到啊？再多一点点。行吧。你的心跳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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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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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真的很爽，不信你试一下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现在非常累了，你让我好好睡一觉，可不可以？你这又是在干嘛？给你守夜啊。守什么夜？病人都是需要守夜的。你放心，我很有经验的。以前我外婆生病的时候，我就这么给她守夜。我不用你守夜，不太习惯。那你以前生病的时候没人照顾过你吗？那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好好习惯习惯。关灯睡觉。你还没睡呢。对啊，你现在生病了呀，是我照顾你，又不是你照顾我。哦。天琪。怎么了？谢谢你能回来。我从青海前卫到地球，一直都是一个人。不对，应该是一个人和一只鸟，从来没有人说想照顾我。你是第一个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，反正总之就是谢谢你。早就说了嘛，遇到我是你的幸运。Hee hee hee!
最近你这口味变化有点大呀，你被田姐整了一天去49趟厕所试试。